先吃这个毛巾卷，这个奶黄毛巾卷可好吃了，满满的奶黄子，太好吃了。我最喜欢他们家的那个奶黄毛巾卷，还有就是这个巧克力的，他们都能爆浆，可好吃了。这个是巧克力的，是那个钵钵鸡爪，钵钵鸡爪真的是吃多久都不会吃腻。